你认为可以和朋友做到完全坦诚相待的，请上前走一步。我一般都主动输出。你什么都说吗？我什么都说。啊，你我会让他帮你参考什么择偶对象吗？参考什么？有什么可介绍的？我觉得可以，但是我觉得是不是不用那么主动去非得跟人家讲这个事儿？人家问起你的时候可以坦诚。没有，有非常主动的。我非常主动。你非常主动。我非常主动，就是我遇到事情，我会很想跟我的好朋友去分享。就是我不管他想不想听，我就不先说给他，甚至他会就是你好烦啊，你别跟我讲这个。我说，但是我还是会讲。你有这种朋友是不是？有的朋友就是。可是你有想过你的朋友可能会造成困扰吗？对，会造成困扰。对不起，待会儿要告诉你。但是我也很认可他们的想法是什么，就是我的好朋友，就是他们都会跟我说，我是一个特别朋友愿意跟我哭的人。对，我现在看见我都有点难受。就是很有安全感。对，你很有安全感。对，萌姐给人很有安全感。对，如果是问我的朋友的话，他们对我是这种，他就会愿意把什么事儿都跟我说，有安全感，关键不记得，经常是跟我说完这事儿后我忘了。所以大家都愿意跟我说，更有安全感了，很有安全感。而且能守住。锵锵！拥有超过10年以上的真心朋友，请上前一步。10年，我现在多少岁？24，10年以上，14岁的时候，14岁上几年级？这样，你们俩要不单独给你们开个游戏吧？你俩感觉很适合单独开一个。啊，有吧。你们俩不要迫于压力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个游戏。对啊，应该有。展开说说谁啊？就是我。现编可不行啊。那个，这样我们说宠物可不行啊。大黄什么的。你就是没有10年以上的朋友。我有。我跟你说，这3年的朋友你马上都要失去了。我告诉你。交流。你呢？你10年的朋友是谁啊？就那女孩啊，老家的那个。老家那个。你回去。就那个老家那个紫薇啊。紫薇。啊。梦姐确实不像在骗人，你确实真有是吧？对，我真有。管乐，你应该我有也有吧？这当然有，当然有发小。二姐呢？多呀，大学同学啊。那我萌姐那些跨过轴子那些就不算在里面，一起吃过苦的，一起滑过冰的，那太多了，那肯定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我验了一下，应该没什么问题，就可疑在我身边啊，剩下的剩下基本上都稳了。